家讲解蛇性的第二个动作——白蛇吐信。我先给大家做一下完整的示范。下面我将白蛇吐信这个动作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讲解。重心下移，两腿微屈，左脚缓缓向前迈出，两臂上抬，左掌外旋腕，掌心向上，右掌掌心向左，抬右脚向前迈出，目视左掌，左掌高于眼平，换式扣步，重心移至右腿，身体左转，左掌向下，随转体左脚落步，左掌上挑，右掌向前穿出，力打右掌的指端，右掌高于眼平，左掌置于头的左上方，抬右腿，身体右转，恢复向右转圈。